祖蓝算是真正的人生赢家了，不仅事业发展很好，还娶到了女神级人物李亚男做老婆。很多网友都表示，王祖蓝和李亚男是爱情最纯粹的样子，两人的长短腿之恋也一直是娱乐圈的一段佳话。虽然有着较大的身高差，但是两人从拍拖至今都十分幸福。两人在拍拖六年左右，于2015年2月14日情人节这一天完婚。婚后两人也已经一起走过了三个年头，幸福甜蜜大家也是有目共睹。结婚之后，外界不时就会传出李亚男怀孕的消息，但一直都是子虚乌有，并未得到当事人的承认。终于在两人拍拖九年纪念日这一天，王祖蓝微博发文王家有喜，宣布了李亚男怀孕的喜讯。这则消息一出来，网友们便纷纷留言送上祝福，可以说是很为夫妻俩开心了。7月31日，王祖蓝在微博晒照，趁一家三口的小幸福，我在哪里？看得出来，这位准爸爸是相当幸福的啦。网友也纷纷评论，一家三口好幸福，全世界最幸福的王祖蓝。甚至还有网友调侃道，你在李亚男心里，你在宝宝心里。不知道看到这个评论，祖蓝心里是不是美滋滋的？照片中，坐在孕妇专属座位上的李亚男望着窗外，这张侧颜上真的是美翻了，有木有？李亚男摸着肚子的照片韵味十足，脸上尽是升级准妈妈后的幸福感。老公视角下的她真的是超美的，让人忍不住想喊话亚男，快回去给祖蓝加个鸡腿吧。哈哈哈！眼尖的网友也找到了王祖蓝的正确打开方式。原来祖蓝在公交车公益告示牌的反光里，